鹌鹑。我们家烧烤店啊，我不知道你们那城市多少钱，我们这烧烤店是8块钱一个。咱们直播间啊，5.99块一只，是10只起拍，拍的时候是59.99给你发10个，很便宜。你要如果你当地比我还便宜，你就不用拍啊，你要当地比我贵你就拍就行。而且它是卤好的，它卤好的没有任何的油，它身上的油是属于那个，你看很干吧，没有油，它身上出来的油是属于这个鹌鹑身上自己的油。有句话怎么说，宁吃天上一两，不吃地下一斤啊，这句话是有说到的。没事8+1啊，来个下酒菜都好吃啊。没事爱吃零食爱吃肉的人可以拍上一单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开袋计，打开包装，开袋计时，或者是家里有，不用烤箱，微波炉就行。打开包装之后就这么放盘子里，搁微波炉加热2分钟，嘎嘎好吃。看这骨头，可脆了，好吃。鹌鹑肉，说实话，营养价值挺高的。鹌鹑肉，贼贼的。全是肉。越嚼越香那种。就拿一个鹌鹑8+1都能走2瓶的。它这个味道做的很好吃，比在烧烤店烤出来的好吃多了。去下单就行了，宝贝啊，给你挂这儿了。